来，兄弟们啊，善恶已经到位了啊，就看这个台子能不能稳得住了。待会儿是不是还得把血线遮一下？要不然看到血是不是就知道了？下牌是吸血，上牌是必杀。木哥，我打了啊！来，给我一个眼神。掉上牌，掉上牌，随意一个都 OK 啊！来，上牌随意一个，招架幸运，走你！吸血没有了，吸血不见了是什么意思啊？是掉吸血了吗？好像是吸血没了啊。高神在，明思在啊，应该是吸血没了。强力台子，对吧？善恶啊，可以啊。掉了个吸血，我也不知道算好还是不好啊。其实我想掉上面的，就是掉什么带什么套呗。那这算成还是不算成啊？我感觉掉这种辅助套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啊。哎，其实这个宝宝最好的话，随便掉个什么辅助套子的话，后期还能稍微换一换啊。这样子的话，相当于辅助技能都没法换了。还行，就是不算太亏啊，但是也不是特别理想的位置。然后恭喜鱼岛喜提三个台子一只啊，这个资质真的是非常暴力的啊。这个宝宝明年可以吃到1550跟1400吗？也恭喜梦露哥啊，喜提一只啊，超资质的善恶台子魔化童子十一技能啊。